列骁龙 A 系列自动扶梯，颠覆传统，多级而非单级，多胎强悍的外表，内部脱胎换骨般的变化足够让你瞠目。它打破了端部驱动的技术瓶颈，独步全球的革命性多级驱动系统，传动结构更合理，采用高效斜齿轮驱动方式，马力强劲，搭载的坦克履带式链条替代原有链轮结构，各单元间距4080毫米，整条梯级链张力分布更加均匀，使用寿命更长，并且专门为它全新打造更坚韧更强壮的梯级齿条，让物理形变只能停留在纸面理论上。强力的驱动新群组协同作战，共同对抗负载压力，理论上可使扶梯无限延长，端部翻转张力几乎为零。作为如此大载荷、大跨度、大高度的重型扶梯来说，不得不说是一项奇迹。延续理性，简约而不简单，阅读细微，你不得不赞叹它的高明之处。扶手驱动装置与主机驱动系统拟合于齿条两侧，简化结构的同时确保梯级与扶手运行同步，在超长距离的运转中不产生丝毫偏差，保留了 J 系列经典的单侧一体化 U 型轨道，挑战零间隙的最高工艺品质。整梯采用全角钢型材行架，较传统框架截面更厚，防锈性能更佳，适应各类苛刻环境。世界领先的高可靠性安全装备多达16项高级配置，这一点也只有大载荷的超级扶梯才配拥有。强悍不失优雅，霸道与生俱来。A 系列自动扶梯。